新春佳节，王一博送来诚挚祝福，愿每个人天天开心，事业蒸蒸日上。王一博在龙年新春来临之际，通过社交媒体向大家送上了新春祝福，他祝愿大家天天开心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一起开启2024年的好运。王一博的祝福如同一缕暖阳，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房。作为备受瞩目的偶像，王一博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努力，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素养。他的祝福蕴含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祝愿，也展现了他乐观向上的心态。在这个特别的时刻，王一博不仅表达了对粉丝们的关怀和祝福，也展现了他对社会的美好期许。新春佳节，喜庆祥和，让我们一起迎接好运。王一博的谍战待播剧《长风破浪》即将上映，《长风破浪》是一部由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领衔主演，张天阳、高露主演，王学其特别出演，杨坤友情主演，姚晓芬执导，温良平担任编剧的谍战题材网剧。该剧讲述1930年的上海，魏若来、王一博士作为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普通职员，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，逐步得到高级顾问沈图南、王阳氏的赏识。在此过程中，魏若来同样见到了国民党金融领域的诸多腐败与黑暗。彷徨苦闷中，沈图南的妹妹共产党员沈静珍、李庆氏用马克思主义这盏指路明灯照亮了魏若来的内心，不同的选择导致他与沈图南最终分道扬镳的故事。